你把臭水给挖开，省一下嘞。啊，省一下嘞。长长头发儿。咱都累的，他们是不是？嗯，哎，你那都会嘞。那个水给挖。今天倒不热了，要不。这个热时候还要就是，不能戴手套。啊，冬天的时候还多戴几天，没事。对。冬天那个。会是啊，凉了，把天儿给好了。哎，这个好了，我天哪！你说连试啊，不知道多少能中我吹多少回呢？来，什么？好吃，咋没有几根头发？嗯，没几根你也看不清。娘，哎，下地吹头呢？对，背汗。这不是在地省下的，我说俺家还没有管我说，要往下背地管我说，这泥太多了，到这儿来看，不要一块来，不要一块来，你看地吹头嘞？哦，叫看地吹呀。来来，教干这个。哎，人家，没把教课给你活水啊，是吧？哦，没水，长得挺大呀，那瓜也。啊，瓜还有辣啊！哦，让你蒸一遍，你蒸一遍吧。那辣的呢？是俺院里寄的。哦，是俺院寄的。俺寄的。俺家还挺摘，俺爹腿头厉害。他我有几根子了，腿也好使。你看他这说你那还在理发铺里见过在矿上呢。人家小静，你看人家这个还是会推。我会推吧，那时候是那啥，那时候你给人推过。啊，对，人家给人推。是啊。嗯。我这推个头好推。对吧？我这个推出来。你看，你不是快过生日宴了？叫我给你把头头皮把你打扮打扮，打扮打扮，哎，头皮头，换个那啥衣裳，家伙精神的，还得年轻好几岁，我说我比你这。过生日嘛，穿点贵点的。贵点，你看我买一身衣裳呀。是啊。嗯。啊，给你把头头皮，打扮打扮，那个那啥，穿点身衣裳。啊。俺这孩子们都来了，给我。现在以后了，这个吃个瓜瓜。你看我这也不用去理发馆儿，就这了。啊，不用去理发馆儿。前俺邻居给你推到这个。你这在理发馆也站着呢。哎呦，我听你好，俺这个在那一点点也推他那是。在理发馆站两天了，对不着不一样哎。哎，好嘞，反正是这是那啥，这是推来了。啊，反正有人嘛。嗯。干了。我嘞，这还没推好嘞，你别着急，这里得推好的。就是，得推好的。不能叫他脸上。推的，你看看满意不？娘们。满意。啊。推啥也不赖。推不赖。嗯。替你推好的。是我推的。你娘这儿不满意，你比你娘比他推的好多嘞。这个天不热，这个不热，哦，这天不热，今天看呗，起那个太阳能那会儿谁给的？我家起的。
有钱了，有点钱。你好一点吗？好。好像有不拉的，我差点睡觉，别个脸上的粉粉拉的，我的就是那个腿子，有点疼了，你看。得了，我说了，走来了，叫我擦，你去把那个外边的石头给了，一会儿了，叫俺外婆说了，叫我擦的。行了，说的你，那说你看这丽丽进了，就是好，你看是吧？进了啊，就是好。等他了，肯定得下来。叫我给他，你去把我石头给了吧，一会儿下来给帮忙，你看呀，那你那个栽种你也刮上呢。哦，俺那个刮呢还是结的可横了呀，那个刮。对的，还有那个。啊，白天辣的，有白天吧，我说。还有那个啥，还有这瓶子，你这辣鸡挺好的呢。哦，我那辣的啥？我那辣，那鸡年鸡臭呀啥的。哎呀，这瓜，这个瓜，你叫你瓜子叫还是越不好吃呢？可累。叫你把那碗整开些，整个那。你弄开吧，弄开了。一会儿。弄开了，一会儿吧，算了。啊。你去把碗拾过去吧。你把这个白萝卜，擦擦。反正那啥，外来啥的都石头这刷刷，这带了过生意这，不着急呢，到时候我爹那啥吧，我爹去弄好了不急急的，到时间到跟前了光吃那啥，光着急不了。可不得，早点，我那天晚上都不着急呢。啊。今天晚上。